许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谢谢你们邀请我参观你们的新家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电饭煲，有了它煮饭很方便。让我试试。果然很方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剥核桃的机器，有了它剥核桃很省力。确实很省力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键盘，电脑用的。电脑用的。哎呀，这个键盘电脑还挺舒服的。你们家的高科技展品让我有很大的感触，我决定举办发明大赛，激发大家的智慧，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。这是什么呀？将军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多余？笨蛋，这么辛苦搬来不用的话就白费力了。发明大赛，祖传宝石一枚。发明大赛，我一定要参加。小小怪驾驶，你是不是很想参加？没有啊。你就别妄想了，以你的智商是不可能赢得比赛的。那边有张海报。发明大赛。这块宝石也许跟我恩师提到的放射性元素有关，必须参加比赛才行。发明一向不是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是扮帅。那我去参加比赛，赢得这块宝石。好，一定别忘记了。我已经写在身上，保证不会忘记的。不过我忘记写在身上的哪个地方了。放射性元素，也许是一种可以助司令毁灭新星球的新能源。不过粗心超人有点麻烦。我一定要努力赢得这场比赛，不能让将军小看我。只要粗心超人不参加比赛，我们随便拿司令寄来的东西都能赢。粗心超人记性差，我们想办法让他忘记比赛。你去试探一下，他还记不记得？粗心超人，你还记得明天要举行发明大赛吗？我本来忘记了。小小怪，谢谢你的提醒啊。笨蛋，你这样是在提醒他，看我的。粗心超人，其实发明大赛已经改到后天了。特别新闻报道，由于村长吃鱼时被卡到，发明大赛延期到后天举行。这已经是过期的新闻了，其实发明大赛已经改到大后天了。特别新闻报道，因鱼刺引起村长喉咙发炎，发明大赛延期到大后天。其实这也是过期新闻了，最新的消息是大赛明天如期举行。特别新闻报道，村长吞了一只猫，猫取出了鱼刺，村长康复，发明大赛如期举行。谢谢你，大大怪叔叔，你的消息真灵通，我先去准备了。小小怪，看来只能来硬的了。你还好吧？我是谁？你是花心超人呢？对呀，我是花心超人。
主角得多保养皮肤啊。司令积累过这么多发明，我只要随便拿出一个参赛就能得奖。哦，哇！放大缩小喷雾怎么少了一块？我发明需要一个铁片，所以剪了一块。司令寄来的等离子大炮又去哪儿了？我发明找不到锤子，所以拿它当锤子。房子又怎么啦？我拿了房子的木板当发明的工作台。啊！笨蛋，我禁止你参加发明大赛。粗心超人已经失忆了，今天一定不会来比赛了，奖品肯定是我们的了。大大怪叔叔，小小怪，你们好。这是我发明的威力枪，不用装子弹，但它的威力比大炮的威力还强。你怎么会记得今天是发明大赛的？我之前把它记在手上，上完厕所洗手的时候看到就记起来了。现在只好把粗心超人的发明调包了。是，将军。报告将军，已经调包。笨蛋，不是拿我们的发明跟他调包。司令寄来的这瓶酸梅汁已经过期了，你拿去调换吧。好。我也来参观一下。我发明了洗衣机。我发明了指南针。它正确指出南瓜，所以叫指南针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发明的超级无敌霹雳扇。哇，这么厉害。对。粗心超人，你发明了什么呀？我发明的是，忘记了。原来是酸梅汁。我本来忘了自己发明了什么，现在记起来了。酸梅汁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一种饮料。这只是伟大的发明啊！我最近便秘，多亏了这瓶酸梅汁。可恶，又失败了。现在我公布得奖者是。等等，还有我呢。我发明了食物伪装袋，把要吃的食物放进去，不管你在吃什么，别人都以为你吃的是玉米。好臭啊！好臭！谁放的屁？这个发明真了不起，有了它，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我吃胡鼠放屁。我宣布，古灵村发明大赛的得奖者是小小怪。我要感谢本集编剧，是他让我得到了这个奖。另外，我还要感谢我妈妈，感谢大大怪叔叔，感谢我家隔壁的大哥的阿姨的那条狗，感谢我肚子里的那条蛔虫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拂过我窗前的那缕清风，感谢。笨蛋，真啰嗦，快把奖品给我看看。
吧。啊，有裂缝，幸好没坏，只是有裂缝。你只要对着裂缝吹三下，左右各抛两下，用牙咬一下，然后再放地上。这样做了以后，这样做了以后会怎么样？这样做了以后就真的坏了。啊！哎，这颗虽然不是恩师提到的放射性元素，但是其威力也足以毁灭新星球。还好它坏了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Here, subscribe my channel.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